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转一下我们的植物大战僵尸喽。那我们昨天的话基本上打赢我们关卡之后的话呢，我们这边的话哈，终于是拿到了一个就是那个昨天跟大家讲的那个宝物。那个宝物的话是一个铲子宝物。那个宝物的话，基本上之前就有观众跟陈平讲说，就是你们在把植物拆掉的时候啊，会还你就是我们那个太阳哦。那这个铲子的话就是这样子嘛 ，get an additional 25% of sun cork back when shoveling up plant， 这意思应该。就是说，就是会返回 25% 的那个能量哦，所以大家的话在后期的话是可以一直把那个植物拆开来再种起来，再拆开来再种起来那种感觉，应该会很不错。好，那我们刚刚领了蛮多礼包的哦，这边赶快把我们的这些角色都给它升级起来了。那目前来说的话呢，昨天我们是用我们椰子炮嘛，那椰子炮的自由开火其实还蛮爽的。那有观众跟着您讲一些就是小常识，就是。可以根据你的那个队伍阵型来决定你自己要佩戴的那个太阳花，你到底要种多少这样感觉。不过哲平基本上都比较习惯种一整排啦，因为我觉得后排的话全部都是我们太阳花，因为比较好。然后最后的话，如果真的太多的话，我们再把它就是拆掉，这样感觉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那最近的话也有这个就是圣诞节东西，其实我觉得它这个游戏活动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它都有一个那个礼物盒在这边可以让大家去那个挑战一下哦。好，那我们今年的话呢，我们就继续来看一下我们海盗关卡，继续往后面打，看一下后面。还有哪一些东西有感觉哦？居然又拿到那个三花花了哦！然后三花花的话，是不是就可以再跟他用火炬啊？这样就可以三八火炬了，对不对？感觉应该蛮帅的哦。来看一下 ，Pro at least 的3000上，就是你要累积到3000能量，是不是？应该是这意思吧？还是一开始我们3000能量？应该是累积到3000能量、哦。那我们就花花部队好不好？花花部队种花，一直种一直种，然后我们放这个那个大炮。大炮的后前面的话加一个这个坚果应该没有问题，然后再放个地刺好了哦，这样应该 OK。哎，等一下，大炮加火炬应该不太可能有一波攻势吧？如果有的话，应该蛮恐怖的。然后带个火炬好了，来试试看。然后这关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大炮了，所以其实玉米就可以不用那么的带，好不好？那我们就一样放地雷，应该 OK， 好不好？就用这样队伍来打打看。然后火炬加大炮，如果能够打出来的话，那我也是吓死，好不好？应该是不太可能啦。来，现在把我们那个地形用好嘛，这边右边左上角这边有那个累积3000上，好不好？我觉得我其实玩这种游戏，英文会变好哎。英文是真的会变好哎，然后我们的土豆地雷是没办法种到桥上的哦，好可怜哦，是不是只能种到有那个有地板的地方啊？英文会变好哎，至少知道一些东西。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可以玩一些英文的游戏了啊？其实有一些游戏的话还蛮想玩的，但是就是因为它是英文比较可怜一点点。像那个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啊，我以前在玩，我以前想要玩那个就是那个什么。不是有一个骑那个骑单车的吗？然后你就是要让他活着的那个游戏，那个基本上在 iOS 的手机上面才可以玩，好像叫什么快乐轮子吧。然后那个因为是英文的，所以你就可能看不太懂，就比较尴尬一点点。但其实那个我也是蛮想玩的哦，我真的是看到英文就劝退这样子。好，没关系，那我们现在的话先来个基本的刺刺正邪啊，先把刺种起来。先把枝种起来，先让他们踩地板，然后就可以慢慢的来了。其实他们这次来的量还蛮少的，就没那么多。拜托，坚果快出来！你再不出来，我们就要被。哦，可以用好了。然后后面又有一个那个老婆，怎么会有鸟？怎样？这是什么？换了发？这什么东西？我靠！七七七七七！那你好，直接把我的东西拿走嘞！我靠，你不要闹啊！会直接发、啊，你还想干嘛、啊？哇！这个很猛我说真的，这个设计蛮可爱的。他直接把你那个，把你后面的太阳花吃掉啊！难怪你这场要累积这么多能量是比较困难一点点的那个举动哦。好笑，快笑死了。但是我们这边的话就还不错，这样可以开炮，但我好像开的有点太快了。想干嘛？你们全部吃我的刺刺阵型啦、啊！那个鹦鹉真的是好恐怖哦。其实我有时候应该不该那么快的把那个炸掉，对不对？因为那个好像就是那个就是能够让我们就是继续稳住阵线的一个东西。你们全部都给我。全部都给我，好不好？
你们都给我那个，都给我吃吃吃。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不太可能啦，好不好？我们来种一下，浪费一下火炬加大炮。啊，没有，果然是没有，因为它上面其实就有写说，就是东西的话，好像就是那个，好像就是坚果可以用吧，对不对？坚果可以用而已，没关系，继续种大炮。哇，怎么这么多阳光？干嘛？你要干嘛？这是鹦鹉被弄掉啊？怎么改？炸掉鹦鹉了。鹦鹉也是很尴尬的哦。这个老 Coco 这个船长啊，他会叫那个鹦鹉出来啊，这个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看起来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种更多的花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其实靠那个靠椰子炮就很 OK 了。开轰开轰，自由开火！你看，而且我们这边靠我们的那个尖刺阵型就完美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努力到3000分。哦，其实也蛮 OK 的啊，到达3000了哦。你要到达3000，然后又要那个通关这样子，那把花挖掉吧，才刚中哦。我看到，把它挖掉，你有能量会退费，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很可爱。大招开起来，呼！哎哦，原来他是会把别人挤到后面去，然后再一波爆炸的，那其实还蛮保险的、哦。开火，自由开火，那等到你那个其实费用很多的时候啊，你应该是可以怎样嘛，你就是把它挖掉，然后再种一颗新的，有没有？然后我们再直接那个，有没有？再直接开炮，然后再种新的，这样子感觉也是不错，你就不用等那么久了，感觉是可以做一波这样的操作哎、欸。而且他们在就是待机的时候，你是可以开大招的，没有问题啦，好不好？剩下最后一只这个香姜了，来，哎、欸，还有，那我们要稳定一点点哦。开炮，一炮、二炮、三炮，没有问题。哎，怎么搞？鹦鹉干嘛？还想弄我们的太阳花哦？再见了，世界！椰子炮真的超级无敌爽的，爽到一个爆炸哦！那这一次这个铲子真的是还蛮不错用的、啊，大家如果看到铲子的话呢，好不好？就可以来开始挖你们的那个，就是把他们都挖掉啊！你还是有一些费用可以铲出来，还算不错。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看一下我们下一关。好，那我们这边的话，第14关打完的话，好像才可以取得我们就是那个3连炮啦，所以我们应该是明天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3连炮哦。这边的话干嘛 ？It's low tide and the weather are coming in. Grab your water wings. We are going to get wet. 什么？要拿水是不是 ？Plan your defense and defeat the zombie. 看不，好不好？虽然我都已经慢慢的知道他到底要干嘛，但是还是看不懂。没关系，这边的话就是要防御僵尸，很简单。那我们就来各种玩吧，混乱咕咕，然后在我们的椰子炮我已经变成我的爱将，好吧，完全没有什么问题。混乱咕咕这边的话，我们用完之后应该是可以激发地势吗？还是不要？我们用菜问好了，然后菜问后面再加这个，然后加这个，好，就这样子了，没有问题 ，Go 好不好？哦，他直接给我们2000呐、啊，2000不是2000，我忘记带花了，是不是？还是他就是给我们2000？我再重新看一下好了。我是不是忘记带花啦、啊？我怎么每次好像都会忘记带花、啊？我看一下哦，还是其实他这边不给带花、啊？我看一下，有花可以带吗？哎、欸，对，他不给带花了。好，没事。那很明白，他就是要给我们2000。然后之前有观众跟我讲说，就是他给我们这个2000的时候啊，你可以就是先布置一些东西，但是你不一定要把它全部弄满，你可以等到他最后出来的时候再那个4、5、20，刚好炮全部开上去，哎，这样好吗？不然先蔡问政如何？看一下啊、哦，先蔡问政吗？这样子，然后看一下接下来那个他们是怎么走跳，好不好？我们再架2门炮，因为蛮贵的，好不好？这样子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哇，这么快就那个了。好了，那就2门炮吧。再见。2门炮，完了，我觉得这样的阵型可能会毁掉、欸。哎，我们到时候可以再叫那个吧，叫那个叫什么出来吧。先让他们变大僵尸，开始。哎、欸，不是，哎、欸、哎、欸，靠！哎、欸，浪费了，他被碾掉了。
靠！完了，各位，被碾掉了，不行啦，白痴哦！那看这边的话，我们可能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要我们那个全部自由开火吧，我觉得有可能欸，好不好？全部自由开火，全部开炮这样感觉，太扯了吧！来来来，我们试试看。好，那我们就因为五门炮嘛，五门炮刚好这边都可以放，好不好？然后就这样子，好不好？他应该就叫我们这样玩啦，好不好？自由开火最开心。好，我们等一下全部聚集过来的时候，我们再开炮哦。没有问题吧？应该 OK 吧？来来来来来，这边其实开这一炮就可以炸到全部了。没有欸，给我出来！开炮！开炮！开炮！快起床！你们快起床！我求求你们了！哎呦！好、哦，中间这个全中全中，全弹发射！快快快快快！快快快！你们可以的，他们走路其实很慢。干嘛？干嘛？他们想要弄我们的那个欸，他还会把我们椰子炮给弄走，是不是？太麻烦了吧？哇，这关有点麻烦欸，我不知道我这样的抉择对不对欸。守门炮，感觉好像就是以寡敌众的感觉。我们就五门炮这样子，不要再推了，不要再推了，好不好？等他们过来一点，等他们过来一点。好，就是这个收了，棒全死 ，OK， 棒全死 ，OK， 全棒全死 ，OK。其实是有。是有技巧的。哇！你们先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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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起床！哦，好险，还活着，还活着！快啊，快起床啊！不要闹啊！我们还有一发大，应该是 OK 的啦。自由开火！快快快快快！有就先按，有就先按！哇，在那个哇，那老鹰，不能不能，那老鹰，那鹦鹉直接挡一波欸，太神了吧！应该 OK 吧？炸掉炸掉炸掉！哦，可以可以可以，稳稳稳稳稳！吵什么啦？不要吵！快起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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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哦，好险好险，他起床了。起床，不要被压掉！哇，开车开出去了，然后不是啊，你干嘛、啊？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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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哦，好险！我最后还是花钱了，我的天哪、啊！哎呦喂啊！哦，今天的话基本上最后的话是取得了我们这个三门炮，好不好？然后最后这人真的是很麻烦的，我觉得他直接给我一点点东西，真的是蛮尴尬的，就没有这么好死，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最后的话取得我们三门炮，这个的话我们明天再来让大家看一下、哦。那今天的话我们那个铲子啊，是可以就是把他们挖掉，就是铲我们就是那个阳光啦。其实刚刚应该要手速快一点把他们挖掉，然后变成我们就是那个备用，然后去换一些就是比较能够抵挡的一些植物，应该会比较好一点点这样感觉哦。不过。椰子炮真的很好玩啦，好吧？好，我们今天先玩到这边啦，我只是皮皮，再见喽，大家拜拜啦。